一个吻而已，你想太多了。你都是这么随便的吗？可能你不够了解我吧。说吧。我回去准备一下。你的心里还想着他？他只是我的利用对象，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。是怀疑有人收买赵德柱，要害你爸爸。江文静可是江家的独女，要是把她拿下，那江家可就拿下了。我去车上等你。不用啊，你就在这儿等我。你找我呀？我想问你个问题。问吧。一年前你怎么……我忘了。忘了？你怎么能忘了呢？你也说了，一年前的事儿嘛，谁还记得呀？是全部都忘了吗？你记性还挺好的嘛。任天宇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不好意思啊，我有点听不懂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什么意思？你跑过来跟我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，还问我什么意思？你。这样，之前我走得匆忙，忘记给你打招呼了，对不起，行了吧？不行。道歉也不行。你这是道歉吗？你这是敷衍。我是按分钟收费的，站在这儿听你说了这么久，已经不算敷衍了。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，我们之间到底算什么？我没给过你任何承诺，一个吻而已。你想太多了。你都是这么随便的吗？可能你不够了解我吧。不是不够，是一点都不了解。心跳声是我的伴奏，哪怕我已经被看透，哪怕我双手在颤抖，暗流涌动着真相被隐藏在漆黑中。我们两个算是说清楚了吧？你是否愿意同行，穿越过沼泽丛林，再怎么深，我有着前行的灯，不管这天色多昏黄，会有个崭新的世界。黑暗不似我们就是那种见了面连招呼都不用打的关系。你要是也是这么想，我就放心了。好。相信谁的心，那些孤独的夜晚，那些疯狂的事。